西，其实这里面肉还不少嘞。这么长一条骨髓，老板剃的也太干净了。嗯。羊肚就得这样吃。哎，世伟，你见过这个刚蜕过壳的螃蟹没有？嗯，这螃蟹这么软能吃啊？这肯定好吃吗？连壳才香呢。那我回去试试。又弄下好东西了。你们见过刚蜕上壳的螃蟹吗？这个吃着特别有营养。听说刚蜕上壳的螃蟹特别的软。螃蟹就得带壳吃。哎，老板，取个快递。去。这是一个粉丝给我寄的快递，这是自家养的好东西。一字拆盲盒，有点紧张，不知道里面是啥好东西。这真是个好东西，比我脸还大。这个蜂巢，这里面含蛋白质特别的高。粉丝说他家蜂巢大多数都卖到广东去了，广东人特别喜欢吃这个。撒一点点盐，杀杀菌。哎，姐夫，你这不见大牛又变帅了吗？哪里做的？哪里做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适合自己。嗯，这个还得再煎一会儿，干了就好吃了。粉丝给的劲儿香。哎，这个熟了没人摘啊？这东西熟了就掉地下了。你们肯定不知道这是啥，在我们北方这个叫土香蕉。北方的香蕉就是好吃。老板拿个锣，能拿一个啊？啊，谢谢。拿个小的。这个锣比我脸都大。姐夫，天气凉了，家里花洒又坏了，想换套智能的。这块肉真大，记得赚大了。